在中国大陆上演的一部电影取得了万人空巷的效果，在当时的电影票价只有两三毛钱的年代，竟然获得了1.4亿的高票房记录。今天看来，这个成绩也是相当的令人惊讶。这部曾经风靡大陆、轰动海内外的电影，展现了中国少林功夫的奥古。那么说到这里，我还是想要大家跟我一起说出来这部电影的名字，它就是《少林功夫》。对，谢谢大家，它就是《少林寺》。这部电影的成功也得益于片中的两首歌曲《牧羊曲》和《少林少林》。这两部作品曲调优雅，词赋诗性，动人的情感传递韵味十足。那么接下来请欣赏由芝加哥华人艺术团联手飞鹰功夫带来的《牧羊曲·少林少林》，表演领唱吴小婷，大家掌声欢迎。Yeah.